保罗是有人为利混乱上帝的道，保罗是有人是为了赌服传上帝的道，保罗是有人为了妒忌传上帝的道，有人为了纷争，然后他才热心传上帝的道。最后一句话说，无论如何，基督是被传开的，那是表示呢，人的动机不能成全神的美意，人错误的动机也不能破坏神的计划。但是呢，虽然如此呢，这些人存错误的动机来侍奉主，无论是为了赌福吃饱，把布道当作一种得利的专业，或者把布道当作表彰自己才能的一种事业，或者把布道当作一种可以纷乱人的耳目的一种职业，这些不对的动机圣经都记载了，但是这些都不能使人产生真正对真理的渴慕，对道的向往，对神的救恩的需求的这种心理。